前驱，后手翻下摆成坐木座，这是一个 EB 的连接，0.1的加分。现在来看一下平衡木场地的比赛，正在比的是上海队的崔璐，刚才是前驱180，非常漂亮，也是很难的一个动作，交换腿结环，一组的跳步。挺身前空翻，小翻，后驱，这就是 DBC 加0.2。 C 组的转体，后面又接了一个 A 组的转体，前团180， F 组的难度。后期两周下。